小姐，你还不能出门，老爷说了，你得先把诗集读完。哎呀，我就出去一下，不会被发现的。这里好漂亮呀，建筑环湖错落分布，院院相连又相对独立，木雕、砖雕、桃塑、灰塑，哎，还有戏台。原来南国红豆院院风华，描述的就是这般余音绕梁的迷人之声。爹爹，我今天读懂了一首词哦。哦，读懂了哪首词啊？梨园歌舞赛繁华，一代红船泊晚沙，但道年年天旷节，万人围住看琼花。